对上零零零的比赛，也希望他能吸取一下教训啊，吸取一下小 KK 失败的教训。好，欢迎收看 WCG 2019中国区的决赛，来自主舞台第二场，右下方红色的人组来自中国的选手 TH 零零零。这个图应该是毫无悬念刷的一些时机嘛，因为这其实压一下兽族的科技，包括你二本好的一些成型时间，二本后的一些木材，还有你二本技能起来的一些时间。好，这里大法师练完第一个点，剑圣赶了过来，这剑圣也是没有买头环 ，PP 也没有慢，不太慢在卡位，下一个疾风步，啊，明明这里是用了两发疾风步才杀一个东西，哎，没有封口，零零这个失误有点大呀，哎，为什么没封口呢？他可能是想针对一下对手的先知，但是过来抓一下小歪练级，这里 MK 应该也在路上了 ，MK 来了来了。好，小歪吃中了两，你看这一波锤谁？好，锤一个斯特曼，啊不，锤一个大 G。MK 的话，书生是有三发锤，想对这个小歪有想法，这边对大法师也有想法。这边先变羊，然后先打一下，但是这个血量还是比较健康，所以首先撤退。MK 这里还有手上还捏着两发锤啊，这几个大 G 是从哪回来的？看到那个抓一波屁股，这边打了一个智力加六。小歪的宝物还不错，骷髅书。但是这里兽族有一个问题啊，你如果站在这个阵型打，明明马上要从屁股后面包过来了，他还是要打，这边放了切开。但这波部落中很强势，是这里人族应该不会升级一个驱散的。这边地板直接踩，这边是拉了很多苦工过来。零零零的明明什么时候赶到？好，明明直接是从屁股后面包过来，再贴一本加速。第二本加速贴完的话，这边兽族是没有加速了，必须要血战到底了，没有加速也是不好撤。小歪再抬一口，血量还不错。零零这里也是近战一次的骷髅书啊，没有驱散骷髅书，相当于大概有个八人口、六人口的战斗力。是的。那现在来看一下想勾一下野怪，逼对手来打。但他又不愿意去退，他不愿意撤退这个点。这里有两个幻象，这一波幻象还是不错的。这里还有想打大法师，对大法师有一定的想法。哎，这个波来了，上面有一个商店。这波团阿斯奥克的阵型还不错，其实。这波阵型还不错，摆的比较开，平平飘上来。但现在狼骑不能近身是一个问题。MK 这边升级。这里。MK 位置还不错 ，MK 已经升到三级了，想强杀 MK 吗 ？MK 感觉 MK 有点肉啊，过来踩一下，这一脚地板踩不住所有的兵。OK， 没有保命道具啊，有危险，有危险。但是剑圣这里也扛不住，还是想抢刚开的一个无敌变形。剑圣砍出来再砍，差一点，差一点 ，OK 锤子，剑圣收掉。这一波 ，GG， 这波差一点啊，如果杀掉 MK。